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当我见到咧，即系公司嘅同事啦，有啲咧连花咧都喺大陆淘落嚟啊！而家好兴啊！淘啲对咩花？玫瑰嗰啲咯，菊花擺，你唔覺得我哋而家咪擺曬啲花，出面有鮮花啊！我哋聽下。我以為佢送俾啲偶像添。嚇、啊，唔係啊，淘落嚟。哇！咁你點搞花？你都冇。有啲人話咧，唔好講貓狗啦。佢哋講事上次講一啲嘢好撚得意啊，基本上真係乜都有喎，煲仔飯又有啊。煲仔飯攞得土？係啊，好撚即係你即係點搞咧？真係我真係唔知道。好啦，我哋首先去下花蓮先。花蓮咧，今日個 backdrop 啦，呢一層樓就天王星大樓啦，嚇、啊。咁啊，今日啊會拆卸啊。咁本來我已經喺度出張相都唔使咧，我 backdrop 已經係啦。咁你梗係要拆啦，你咁樣好危險啊嘛。咁但係都有啲人咧就想入翻去攞財物。哇！點入啊？咁啊，當然俾人禁止啦。嗱、啊，救援人員話咧，佢哋喺逐層逐層咁樣拆卸嘅。佢話咧拆卸嘅時候咧，亦都會咧。如果見到有貴重財物咧，即係會執翻嚟，到時你哋認領啦，就唔好入去啦。嗱，當明白嘅，有啲用戶咧，有啲住户啊，會覺得哇，有啲嘢好重要，但係你喂唔得噶。其實咧，之前面有一隻個咧救只貓啊，嚇，因為自己出咗嚟救只貓，咁結果都真係出咗事。咁我明白養寵物嗰啲人個心情啊，但係其實咧，人畜嗰個性命都真係有分別嘅個 value， 你問我啊，咁當然啦，你即係我又係好明嘅。而家啲人養貓狗啊，真係當自己細路仔啊嘛。好似嗰日我有個客人，應該係尋日定前日上嚟，第一次上嚟買木槿眼藥水，原來買俾只狗滴啊，只狗十六歲，即係佢哋見到只狗有啲矇啊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叫佢唔好入去咧，當其時覺得冇嘢啊嘛，層樓都冇喐到啦，咁耐啦，但係一入去。喂，好難講啊，大佬，係嘛？咁啊，佢都係哭求啫。咁最後我呢段新聞講咧，佢都冇入到去，即係人員都苦心相勸嚇。咁、啊、我又唔會話呢啲人刁民嘅，即係有啲感情啊嚇、啊。你話如果入邊有細路仔咧，嗰陣時真係兩難啦。即使有個細路仔啊，如果係好危險啊，有爆炸品啊，其實咧消防或者親人咧都冇得入嘅。就係、是、你，因為你救人者，你都不能夠，即係唔係用以命換命啊嘛！即、就、係、是、你唔係睇呢個十萬火急或者呢個蝙蝠俠啊嘛，即、就、係、是、蜘蛛俠啊嘛啊！咁另外咧，咁啊好迅速啦！我見到咁啊，政府咧就將花蓮縣花蓮市中華民國啊小學啊，就愛嚟做呢個安置災民嘅臨時收容中心啊！我冇特別嘢想講嘅，好迅速咁樣有收容中心啦。嗰入邊會有啊 WiFi 啊，有電話啦，有社工啦，有心理學家啦，啊咁醫療嗰啲不在話下啦。咁呢個係一個啊，我唔理係咩社會嘅應有之義嚟噶，啊喺極短喺極短嘅時間入邊就籌組到呢啲嘢啦。咁呢個唔係政府嘅能力啊，呢、這個一定係要配合嗰個公民社會喎。如果香港我哋 touch 我哋香港冇乜啲咁嘅天災橫禍啊。如果有嘅話咧，即係有時啲大颱風啊，香港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我哋都有個傳統啊，可以喺好短時間內咧，唔係全部依賴政府，就我哋個公民社會就會發揮嗰個力量嘅。你估如果而家 touch wood 香港出現啲即係特級颱風啊等等，我就真係唔夠膽諗啦。以而家嗰個行政效率，希望呢個特區政府自己執生啦。好啦，呢一個啦。呢排咧，啲人開始陸陸續續終於埋身啊嘛，就係、是、呢個4月22號嘅啊，唉，管制即棄塑膠開始實施啦，啊就配合呢個世界地球日啊，呢、这個咩啊綠色和平舉行嘅，咁、okay? 我聽見阿陶傑佢哋喺度揶揄又話綠色和平係咪外國勢力嗰啲，我哋唔講，嗱、啊、基本上咧，其實係外國勢力啦，絕對綠色和平係嘛。但我哋唔好講啦，咁有陣時啲嘢啊，咁但係我見到咧，嗱我就因為我唔好做咁長啦，佢嗱佢有啲日常用品係唔賣得噶啦，喺4月22號之後，包括棉花棒、熒光棒、雨遮袋係唔可以賣，亦都唔可以供應嘅。而家咪地下濕撚曬，
冇預車袋咪 OK。好啦，咁啊外賣餐具當然去數啦，全部要。咁我見到有啲網民咧，就將一啲新嘅即係 replacement 啊，即係有啲用紙做嗰啲匙羹啊、刀咧，去實試啊。嗱，我冇試過，我係睇片，我唔知道你知啲網民好衰噶嘛，專登整到軟泥泥嗰個匙羹咁樣，專登整到哇叉軟泥泥，一筆個湯冇嘢嘅。不過第二下，屌你個羹開始有少少變形啊！不過第三下，屌你攞個羹劈撇撚咗喎！嗱，我唔知係咪真定假。嗱，我相信一定有商機嘅，日後一定會有啲實淨啲嘢出到嚟嘅。喂，咁但係咧，嗱，即係無可無不可嘅，即係做呢啲嘢講咁多年。即係問題係而家香港咁樣嘅時勢咧，係咪要喺4月22號度搞咧？即係我係咁諗啫，即係已經奄奄一息啦。即係我買個飯盒第時，飯盒咧，飯盒係咪豁免啊？飯盒都好似冇得豁免嘅喎，外賣飯盒，係嘛？喂，我真係咁點算咧？我去俾個我唔知咩器皿你啦，但係索蓋咧、匙羹、刀叉就一定唔好啦。咁你話如果用紙嗰啲唔得嘅，咁咪要自己帶咧？如果自己帶出街，其實就唔難嘅。有啲咧，我見到 Hello Kitty 又有叮當又有一套啊，細路仔嗰啲我買過啊嘛，以前幾廿蚊啦，一套細細個俾啲 BB 咧，有個叉有個羹啊，有個筷子好細嗰啲啊，幾廿蚊。屌你老尾！但係你會唔會話我係攻擊性武器先？喂，你知索解都係嘅喎，有陣時係嘛？咁真係好難搞。嗱，我睇下有咩禁止塑膠類用品先。發泡膠唔得啊 ，PET、PPS 全部唔得。OK 啊。咁啊，首階段管制即棄膠具嚇嗱，咁、啊、我因為頭先嗰啲咩 PET、PP 嚟啲，未知係咩，未必知係乜嘢啦。呢一啲具體啲啦，三種情況：第一，唔可以向堂食或者外賣嘅顧客提供，亦都唔准賣，即係佢驚你啊，咪出咩咯？屌你走法律罅咯，賣俾佢咯，都唔准賣嚇、啊。發泡膠嘅餐具。膠嘅飲桶，嗱即係而家咧，我麥當勞我飲嘢，佢唔俾飲桶我，我話喂俾飲桶我，佢都俾飲桶嚟嘅，都係膠嘅。4月22號之後唔得 ，OK？ 膠碟、膠進食用具都唔可以用噶啦，淨係膠杯又得喎，膠蓋、膠杯好少啦，多數用紙杯啊嘛，係嘛？啊，膠蓋得，膠嘅食物容器都得，不過淨係種外賣。堂食都唔得，好啦，首階段管制嘅即棄餐具有乜嘢類型呢？九種類型，發泡膠餐具唔得，即係咧發泡膠飯盒你要有就用埋佢啦，4月22號前，飲管啦、攪拌棒啦、刀叉啦、碟啦、杯啦、杯蓋啦、食物容器啦，同埋食物容器嘅蓋都唔得嘅，哇！另外呢啲咧就真係大鑊啊！呢啲禁止製造、銷售同埋免費供應嘅嚇，即係你送又唔得，賣又唔得。熒光棉花棒，哇咁屌你，跟住用乜撚嘢？棉花棒都唔用得，即係啲女人我嚟棉花棒，我唔知我嚟做咩啊！我哋我嚟撩衣，我就唔用嘅，我用耳挖嘅，仲要係用光嗰啲，啊好撚舒服添，我覺得。喂，話説我老婆尋日同我講，話我仔又打電話去。同佢講話入又入咗急症，話做乜撚嘢事？佢話突然間啲聽力咧得翻一半，另外一隻聽力得翻八成，咁入醫院，點知個醫生話：屌你老母，喂老友，真係英國啊！佢話你啲耳屎太撚多喎，佢話除咗耳屎之外，梗係平時清潔得唔乾淨啦，因為佢早嗰排唔知可能有感冒啊，啲鼻涕啊唔知點樣就即嗰個上去，就話咧就俾一支藥水去翻去滴。就慢慢分解喎，如果唔得咧，就先去做個 operation 就填翻出嚟 ，OK？ 咁我就唔中意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個猶豫嚟嘅，我係好中意咧，有仲要係以前個刮夠深啊，可以刮得深啲話好撚舒服，屌你老味啊！我淨係有一次我記得咧，都十年八年十幾年前，我同我老友死撚咗啦，去採耳喎佢，咁我去按腳去採耳喎，屌你老母閪！採完耳咧，我睇哇，屌你老母，哇你隻耳，屌你老母閪！大耳窿嚟啊！你咁撚多耳屎嘅，哇！直情多撚到屌好撚誇張喎、啊！嚇、啊、佢又唔係著乾耳嚟喎，佢就話啊唔怪得，佢話屌你唔撚怪得，而家清撚曬啦！咁我懷疑佢哋啲人真係冇乜撩耳嘅習慣，或者即係其實你日積月累嘅，
啊、好啦，棉花棒唔買得，熒光棒唔買得，膠牙籤又唔買得，蛋糕裝飾都唔得，即係膠嘅蛋糕裝飾啊。雨遮袋都唔買得。好啦，至於酒店梳洗用品咧，即係嗰啲牙膠柄啊、牙膏、牙刷啊、中裝水啊，包括塑膠容器，即係一袋袋嗰啲咩洗頭水啊、護髮素咧，啊，得，淨係可以賣就唔可以送。啊，賣就得，咁即係話咧，啲酒店咧。可能你去 book 房嘅時候就問你要唔要咯，要我收多你7蚊嗰啲咁樣咯，即係做多個工序，但其實佢都係供應嘅，又或者個就即係好啦。至於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屬即棄一律唔準製造。至於咩情況可以豁免咧？咁我就呢度唔講啦。咁其實都係醫療原因啊，係嘛？或者我嚟食藥嘅嘢啊，科學研究或者實驗啊。咁我係覺得執法嘅人。是不是那麼清楚呢？還是又是那些拉撚了你上來你跟我觀光去證明你是這個我來吃藥或者科學實驗還是怎樣呢、啊、即其實有時去到這樣我真的非常要問違法如何處理罰款100,000元最高 初時的時候呢就會發出一個2,0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好了咁我諗一般餐廳咧就唔會因為有因為啲驚得失啲客就去搏嘅，就一定係唔俾你噶啦。咁你啲人喂，咁我冇架餐點食啊？屌你老母！有陣時嘈起上嚟嚇，咁點咧？係咯，嗯，我定係我俾對我哋而家用嗰啲唔係即係仿象牙嗰啲筷子得唔得咧？嗰啲都係膠嚟嘅喎。嗯，不過啲唔係即棄啊。屌你乜真係你係咪擾民？你咁嘅環境，唉，好啦，然後最好笑，我今日睇到個新聞，倫敦 King's College 倫敦應該倫敦啦，國王學院嘅科學家發現，原來咧喺大部分洗衣粉入邊，其中一種 chemical 嘅嘢叫酶啊，酶啊，可以幫助回收一次性嘅塑膠。喂，哇，就喺今日同一日入邊啦，啊，咁啊。科學家因此就想到一個新的回收方法就是利用酶來分解材料那個研究結果就發表在這個細胞報告物理科學的期刊上面這個 Cell Report Physical Science 上面他說一次性的塑膠通常就用在咖啡杯或者食物包裝這個很明顯就是說我們用開那些一次性的塑膠他話咧用完之後咧，通常就會堆去垃圾堆填區嘅，喺香港同外國都係。OK， 咁垃圾點解我哋而家好似覺得呢個問題好嚴重咧？因為我哋香港啲垃圾堆填咧都堆撚到爆撚曬啊！焚化又區區反對，又冇乜魄力。其實我覺得，屌你老味，咁你大灣區咁多地方咪得咯，攞排堆啦係嘛？好啦，唔緊要，所以咧科學家一直喺度究竟有乜嘢回收啲材料嘅簡單方法啊？咁啊，而家咧回收呢啲塑膠嘅方法就係我嚟工業堆肥，咁但係要12個禮拜啊，12個禮拜。咁啊，當然亦都好多錢啦，呢個錢係關鍵啦。研究報告話咧，倫敦國王學院嘅科學家嘅新方法咧，可以喺一日之內啊，用呢個酶啊，將塑膠材料轉化為可溶性嘅材料，可溶性啊，可溶性一溶咗咁可以再 reuse 啊。只要啲塑膠喺高温下保存。24小時之後咧，因為用咗呢個酶啊，佢就會分解成為單分子，就可以重新 reuse 我哋做新嘅塑膠啊。科學家認為咧，呢個咧應該係回收啊呢一啲即興式嘅塑膠一種即係革創新方法啊。我話希望快啲啦啊，因為講真啦，屌你老味唔係話乜嘢啦。之前啊，咪有嗱嗰啲不鏽鋼飲桶嘅話出啲即係。嗰啲都未 OK 嘅，但係咧，大家都驚好污糟啊，係嘛？好難清潔噶嘛。跟住有啲紙嘅，開頭嗰啲咧，直情唔撚得啲嘢變咗味嘅，我覺得。後來好啲，但係咧，即係都冇乜變味，但係我都唔見得好多餐廳用，即係最後都用翻膠啊。咁我覺得膠係最撚 free 嘅，我真係覺得好撚正啊，完全冇問題啊！屌嗱嗱聲研究呢一個啦，講咁撚多嘢，屌你咩？我就最唔環保嘅，你問我老實講。啊！即係
4月22號喎、啊，其實唔係好多日子㗎咋、啊，你話香港真係唔簡單嘅生活，屌你掉垃圾又咁撚麻煩，買個飯盒又咁麻煩，你估咁容易啊？好，休息一陣。